们两个谁比较大？他比较大。哎，他都说了，那应该是我。我们又没有比过，那我们现在掏出来。来来来来。我掏出来。柯震东修图喜欢开开的女生，丢丢妹比问萧亚轩、李玉芬酸不酸？人生第一炮嘛，怎么可以省呢？你们猜猜我今天扮演什么角色？明修鬼屋。为什么是明修鬼屋？乐乐姐，这是我表弟啦，哈、哦，他还没破处啦，他那修嘎姐好不好？没问题，你要全套还半套？半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来来来，你手打开，来来来，来，好、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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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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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东西掉了，东西掉了。柯震东演的胡彦希三号惊喜现身丢丢妹直播宣传新片，透露自己啊喜欢五官开开的类型。哎，萧亚轩以及李玉芬算不算范围内呢？你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破处了？有破了吗？蛮明显有吧？啊，那你现在有交往的对象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单身五年了，我喜欢五官比较端正。谁五官不端正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我喜欢那种。一般比较开开一点的，比目鱼哦，不用到那么猛。那萧亚轩呢？怎么样？他 OK 吗？你觉得 ？OK 啊，他很棒啊。那李玉芬的五官开吗？那也不算开。我五官有没有开？不，你太立体，你太立体了。他没有喝酒，他不开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啊，我酒量很差的。哇哇。好啊！要的电影票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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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对蛙来见鲑鱼，这个大概比那个鼠鼠的长度还长啊，19.5，不含头，不含头。你们两个谁比较大？他比较大。哎，他都说了，那应该是我。我们又没有比过，那我们现在掏出来。来来来来，我掏出来。先开火，不用不用，厉害的鲑鱼是我们冷锅，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我确定，我没有在做啥心理来，然后我还要什么东西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啊，你们有米酒吗？我们一点啊，来还有一，还一点，还一点。谢谢，我问你哦，啊，那你现在有圈内有心仪的对象吗？就是那个啊，就是把不到啊。谁？就是那个。那个啊，对啊，谁啦？我偷讲，他结婚了啊，丢丢妹啊。